以前换衣服都不骂我看，现在不行了。现在他换衣服就躲起来，我叫我不能过来。确实啊，长大。因为我长大了没？他很爱表演吗？外线。吴家有女初长成，一个就是明着嘴暗着成。八岁的郑梅萌力大开，连摄影大哥都融化了。这是什么水母吗？爱线爱线，太可爱了，爸爸会打。那个女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哭过，鱼缸就有鱼了。而且他会不会担心年轻就给他讲？我看十三岁就对了，走啊！我哪不意外啦？有了女儿算是人生中的意外吧？也不会呢。其实我这个人哦，我很高级青年，我这个高级我都比他们意外了。七岁我得进这个世界啊，我就跟这个世界打混了。500、1000差不多，这个是江湖。没有这个官方登记，我就不知道。自古才子多风流，所以说风流不是我的，那是自古才子，就是老天发明的，跟我们无关系。我是被逼的，因为我当了才子，我就要风流。我这个人比较花，比较乱。我不满足于一件事情。关了，刚才下界行，我菩萨呀，我就想再尝试另外试试看。试了就发现没有那么多能力，真没有。所以我永远不可能在台湾给摇这种歌，不可能。如果战胜自己，以前那个自己就不是自己的，卖唱片。其实我没念什么书，我也不懂什么文章啊，什么其实没学问啊。但是闽南语歌还是以前的唱片还是没有你写的英文，闽南语的。闽南语真的太厉害了。因为有点关系，所以工作量也没有，我本来就很不是非常懒。那第二就是觉得江郎才尽了，差不多了啦。然后我们的黄金时代也过了，我也不想去争了，不想去占那个位置，因为占那个位置很烦呐。有时候写个歌，我觉得这是回馈社会。咱台湾西洋现在歌想这个话，起码就家己写袂着家己，我想要家己写一条起来。要家己写个歹写，当时要信灾啊！你无得写。我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哦，生气的时候我怎么还活着？我最喜欢就是睡了，然后不要再醒过来了。哦，多好哦！不要再吵我了，我就走了。唔通哦，女儿这么高兴，难道一哥不会唔甘吗？要尽情的振作精神，一步又一步振作你的精神。